啊，是的，大家好，又是我素颜的我。第一步呢，我们要先遮黑眼圈，所以我们用这个 Maybelline 的 Fit Me 有点偏橘的遮瑕膏来先大概的遮一下这个黑眼圈的范围。然后呢，遮完黑眼圈，我会先上粉底液，这是混合两种粉底液，因为我想要制造出比较有光泽感的底妆。那因为钻石光算是非常亮的一个粉底液，有点太亮了，然后对我现在有点太白，所以用一个比较深一点，然后稍微半雾面的粉底液混合，然后在脸上，你知道，敲敲打打。修容呢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因为今天这个妆就是有点 inspired by 泫雅嘛，你们也知道她脸就是你知道有够小有够小，脸就有够大有够大，所以就是修容必须非常的彻底。那我会遮大概颧骨下面都要上到这个修容的颜色，然后用一个松松的刷子把它刷开。那下颚的线条也非常重要，这样看起来脸才会比较更立体、更小、更像泫雅。虽然我脸还是大的要命，但是我们就是尽力往他那个脸的大小的程度靠齐嘛。那因为泫雅的颧骨其实也是比较高，所以我会用打亮的那一头，就是制造出一个假颧骨的概念，就是比较突出来一点。然后呢，黑眼圈的部分，我觉得再稍微用比较亮的遮瑕膏提亮一下这个算是泪沟的部分，让它就是更不明显一点。那因为我就是长了几颗阿痘，所以需要用这个遮瑕膏来遮一下有长痘痘的地方。用笔刷上好之后，用手指轻轻的拍开，这样子。那定妆我没有拍到产品，用的是 Too Faced 的 Coco Contour 的那个 Light 左上角那个颜色，然后就是大概定一下，不会整脸定，就定在有上遮瑕膏的地方就好，还有眼下。那因为刚刚修容是用膏状的修容，所以现在我会先用这个 bronzer 稍微定妆的一个概念，然后也是上在刚刚膏状修容的范围。那这个修容再更加深的话呢，就是用 KA 的这个修容，稍微小范围的上在颧骨下缘还有下颚。哇，我好像青蛙哦。那鼻影一样也是用 KA， 因为既然修容都修了，那我们就是整个脸的阴影面都一起做吧。那因为泫雅的鼻子也是非常窄，所以今天我有稍微再往内缩一点点，跟我平常打鼻影的方式不太一样。尤其我会用这个比较小的鼻影刷，再制造出那个比较锐利的直线，这样子。尤其鼻头的地方要注意，要深深的修。那因为泫雅的眉毛呢，就是眉色比较浅，而且它的眉形是比较平的，所以我今天眉毛会选择用眉粉来画一个比较平的眉形。然后眉毛就是被我修一个坏掉，所以现在画眉毛就是变得很困难，我只能尽力。那因为它眉色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画完眉毛还是要用染眉膏稍微就是让整体颜色变淡。哇，这个素颜对比干得贵干得贵啊。眼影呢，第一个打底色用文艺复兴里面的 Raw Cena，先做一个大范围的打底，就是一直打到眉骨下方，然后整个眼皮。第二个颜色就是用这个浅粉色，然后稍微在眼窝下方一点的位置，就是比刚刚那个范围更小，然后再用一支干净的刷子把那个我刚刚有一个基线的地方把它晕开。第二深的这个颜色呢，就是上在眼褶内，然后因为我今天要做有一点 halo eyes 的概念，所以我会着重在眼尾跟眼头的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你们也知道 halo eyes 是怎么一回事吧。然后一样就是用一个干净的刷子把它晕开，然后这个最深的颜色一样也是上在刚刚那个 halo eyes 的范围再窄一点。就死命的晕就对了，然后用干净的刷子把它晕开。
那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那个最深的颜色呢，就是画下眼尾二分之一，再用刚刚的那个第二深的颜色画整条下眼线，就是整条没错。然后再用浅粉色把它晕开，你就会得到这个眼妆。然后亮片色呢，我真的忘记这个是哪一颗 ，I'm so sorry， 它上面也没有任何名称，反正就是上在刚刚那个 Halo Eyes 的眼球中央，然后一样就是要把它稍微晕开一点点。那内眼线我用的是 Miss Hana 的眼线胶笔，就我也忘记拍到这个产品。然后画完眼线之后，就是用那个最深的咖啡色稍微把它晕染一点，这样子。上完睫毛跟眼线长这样，腮红呢？因为我看 MV 里面好像没有很明显的颜色，所以就用这个浅浅的 Sex Appeal 淡淡的大范围上一层就好。那这个打亮我用的是 Fenty Beauty， 可是左边那个色号而已，因为我想要它是怎么讲，不是亮片感的打亮，是光泽感的打亮，然后就是一样上在颧骨它那个比较凸起的地方，然后鼻子啊、鼻头、下巴。唇色今天会混合两个颜色来用，一个是 Milani 的这个鲜红色，然后一个是 Silk 的紫色。然后先用这个鲜红色稍微上在整个嘴巴，然后边界用一个晕染刷把它晕开，不要有很锐利的边界，然后在唇中央再上那个 Silk 的紫色。泫雅的那个颜色是有点紫红色，但是我没有这个类似的颜色，就只好用混合的，因为 Silk 那个真的太紫。然后整个脸上完之后就可以喷喷定个妆。然后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看我耍美。OK 的，拜拜。